知有幸亲身体验阿汤哥的飞车技术，还有机会摸到男神。Let me feel my skin. 哇哦！甚至能和好莱坞明星面对面聊是非。And is your first time hosting, right? My first time hosting. Yes. So how do you feel teaming up with Kevin Hart? Betty, I hate it.巨石强森口中的 Betty， 中文名字叫周林安，是大陆央视对话好莱坞的主持人，今年34岁，不止外形靓丽，英文流利，能主持会演戏，在大陆有双语电影主播第一人的称号。而现在他有好消息，派莱蒙影业全球副董事长 Rob Moore 在微博晒出向女主播终于有周林安求婚的照片，两人微博放闪，不止晒出求婚照，更一搭一唱，一个 po 文愿意嫁给我吗，另一个立刻甜蜜回应Yes, I do. 周林安点头答应嫁给大他17岁的派拉蒙副董，歌手张靓颖也送上祝福。欢迎回到派拉蒙影业公司，好莱坞票房大片的梦工厂，还在等什么呢？跟我来吧。美女主播嫁豪门，事业感情两不误，有了影业大亨老公的加持，片场揭秘巨星专访肯定更加如虎添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